去，这是那个阳台，阳台的门，就是有空调，这是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，这个就是看下去的风景。然后底下呢是车库，柜子，然后这就又回到了厨房。厨房这里有柜子，这是通往客厅。然后呢，现在这是一个柜子，这是一个透明的柜子，放杂物的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卫生间。就是人家保养的还是挺好的，对吗？然后阳台还是比较新的，然后门也是，你看，门是这种透明的门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客厅，房间有空调的，有柜子，然后这是那个通往刚才那个阳台的门。然后呢，它的对面呢就是另一个房间了。另一个房间呢现在在修，墙啊什么的都在修，这是个小房间。然后看一下阳台，它是没有通往阳台的出口，但是是有个窗户，前面没有高的树挡着，然后这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前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，是那个放杂物的，这个小杂物房间也非常有用，放点杂物什么的，上面还有一个柜子。这是出口，那这样就出来了，就比上一次的房间要少一个房间。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柜子，类似于这种的可以放杂物的柜子。OK，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，出来的话有门铃，这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这是对面有一家邻居，然后这是电梯。